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t Jumbo 阿全。那又来到礼拜三的活动介绍。那这一则影片呢，主要是因为我先看一下显示器好了。显示器，我们来到官方的网站看一下。好，今天拜三维修了加两个改版的物件，一个就是世界树，啊，一个就是限定制作哦，追加一些项目。那主要是介绍一下世界树啦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。只要你的角色等级50级以上，然后这个活动两礼拜，然后击杀怪物1000只哦，就像这样，我这样击杀怪物1000只活动家，伊就会送你武器啊加盔甲，武器的是世界树根呐，啊盔甲的是世界树的，算是它的树去做成盔甲这样子。哦，就是一个道具而已。那我们再回到官网来看一下相关内容。官网这边往下拉，主要是这四个村庄哦，会有多了一只活动商人，叫做桑尼。那你可以用个十百千万，你可以用10000去买武器，跟是武器或是装备啊去冲。那来看这边哦，主要看这边加八的武器，你可以换10个高级的魔法娃娃卡，或者是你加六的盔甲，你可以去换10个，这个都是过二啦，哦，这个是过二装，我们直接回到村庄，飞回去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活动，哎，这里好像没有，有，在这边，这里有，怎么那么少人啊？一大早那么少人，等一下哦。没放音乐啊，没怪就大。你可以透由这边直接买啊，直接冲。对，我们买个两根哦，买个两根，然后主要是看一下，应该是安定值是一样的哦，安定值是4哦，所以那个是过2，安定值是6，应该是一样的意思。应该过1很好冲啦，过1很好冲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们再回到官网，那加8的。盔甲加八盔甲等于你过四装了哦，过四装了，你可以去换蓝娃哦，稀有魔法娃娃卡箱，稀有魔法卡制作活动箱子哦，你家里边可以你来加我制作活动箱子，你家五稀有魔法娃娃卡箱这個，你的盖完啊，搁在官网家。你也是加10树根或是加9的盔甲，你可以换红娃，赶快哦！制作活动这边红娃，英雄变身卡跟魔法娃娃卡兑换件，应该是这里。可是这个好奇怪，怎么是这个？应该是箱子才对吧？而是应该是这个？哎，不是啊。那他这样很奇怪欸，限定箱子，制作限定箱子哦，他在限定里面，限定箱子，限定制作箱子这里哦，加10的或是加9的，这个都是紧绷啊啦哦，紧绷啊，这个过5了，是冲到9的过5了。这个7冲到10也是蛮猛的齁，蛮猛的。6冲7 8 9 10，诶，这个过4而已，奇怪。这过4而已。反正就是可以冲到加10的武器或加9的衣服齁，就可以换红瓦。那我是希望大家这一波，如果之前有存防卷或无卷的呢，可以去拼；没有红瓦的人呢，哦，补一下自己的红瓦啦，其实也不错啦，不无小补。但只是说限定于你之前你都有在抢防卷跟无卷的啦，啊，不然你一改你真要跟活动讲实在，进防卷无卷一定起价啦，卖讲啊多，真正一定起价，一定涨了人溜了了啊，对啊，变2点多赚的，然后。本来我们这边房卷是1.2，现在变1.65，
其实这个还可以再继续，我觉得它会涨到两块吧，个人觉得。这就是之前人家存下来要赚一笔的可能啊，可能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一个活动介绍啦。如果喜欢阿全影片的活动介绍，再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安后盖影片见吼，各位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